史上最速正妹，绝对让你超幸福。你什么东西最快？就是我换衣服。换衣服。所以经常老公来了，是这种意思。优雅，优雅，优雅。哦呦，快快快，太快了吧？因为他们很瘦啦。他们真的是瘦小啦。哦哦哦哦，出来好快哦。那你什么最快？过瘾。有练过哎？你有没有这块？哎，戴墨镜有用啊。一般都是左手的，因为右手要按滑鼠。之前有放电灯，就是上报道。哦，他之前有演过 MV， 尺度蛮大的。你们是在拍 MV 还是拍 AV 啊？不得了了，嘿，怎么样？今天这个主题简直就是关公面前耍大刀。哎呀，还客气了，简直就是在龟公面前拉皮条嘛。不止这样说，简直就是在阿公面前穿寿衣啊。对，他简直就是在东宫面前来比快嘛。东宫是谁？就是你。哦，我早泄是不是？没有错。我没有快啦，好不好？这一次，但今天的主题就是，比快啦。今天的主题就是男人最怕快，这些妹快给你看。哎哎哎，有又来跨了哦！哎有有有，大对抗，有，旁边是出专辑的，是完全不想写了，怎么突然间就跳过了？对对对，哎，多指教，亚洲通牒，哇塞，你这个专辑也太大一张了吧？这出大一点，因为每年出专辑都一定来这里宣传，一定去，对，所以做大张一点就比较好看，大红大，电视看得到嘛？就是最新专辑。对对，亚洲通牒，亚洲通牒，专辑名称叫亚洲通牒，对对对，就是跟你以前一样嘛，就是还是有各国的。是，就跟各族不同歌手合作，然后有不同的国家跟语言的元素在里面。嗯，这次有跟动力火车。对，这是轮到动力火车了。不是要轮到轮到邀请排好久是？没有，不是，因为这等了很久才找到他们。哦，对，不到呢海南岛拘留所，拘留所是讲你个人，就是讲一些拘留所里面的经历。哇塞，没有，这是哎要特别提，因为这是主打歌是跟动力火车大哥合作的这首怎么办嘛。然后这个 MV 女主角我们特地找来子豪。哎呦，哎呦，对对对，因为我就在这节目看到。老师，你锁定国光很久了。对，我一直在看，一直在追。我说有一天我一定要把他就找出来。把到他是吧？我一定要把他找出来，把他找出来看久了，对对对。哦，您这个歌还有什么马来西亚？那我们的小玻璃就是玻璃马来语的，就是有不同语言的歌在里面。是不想放开唱广东歌。还有一首歌也是蛮值得提，叫《买包包换包包》。买包包换包包，双关咯。OK， 买包包换包包这一张专辑是大家一定要听。好有内容。然后黄明志出专辑，我都是一再听，一再听，拼命听。没有，谢谢康哥有帮我分享，我有看到你的那边有帮我分享。是因为太好听了，真的。好的音乐要介绍给所有的人，是不是？恭喜你。谢谢。那待会我们那个片尾说，我跟你讲，人家都是录单歌，我们没有在录单歌。好吧，因为我们要看他的 MV。好，有子涵 MV 才是重点，因为 MV 没有子涵。哎，好不好？好，对，谢谢。人家听完都不知道谁在唱了。没有关系。喂，谢谢，很厉害，重点，很厉害啊，子涵，厉害厉害。好 ，remix 来这里，好不好？好。今天要讲什么东西啊？哦，讲快，对，比快，快来，快，你最快。也是通过这个节目。我是说你走红就很快。哦，是，反应快，生理反应，生理反应。是，名字有被人家说过你很快吗？有，就是写歌，写歌快，真的。其他的不能乱讲，就写歌快，不能乱讲。写歌真的快，写歌快的话，你整个那个质感质量也还是要好才行。有在顾了，有在顾，因为之前有训练，就是要写快这样。其实他当年在台北过了那一段苦日子，其实对他帮助很大。那时候想要写一些歌，就是送到各个唱片公司，帮那旗下的歌手嘛，就是看我又有去研究，对，就每一家唱片公司有谁，然后我就帮他写了，然后就寄过去。可是当然没人理我了。对，哎，不要这样讲，不要讲。但是你自己来唱不是更棒？对对。后来就用另外一个方法去邀请他们合唱这样。而且你的歌好像一定要你唱，还有你的味道，别人唱不出来你的那个。感觉应该说别人也不敢唱啊，哎，不是这样的，有些歌词就那些自己写的自己唱最有味道啦，真的。所以这次动力火车跟我合唱那个歌词，其实他也不知道那个意思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我歌词他后来在录音，他才问我，已经太迟了，已经太迟了，叫怎么办嘛？怎么办？怎么唱？阿翔，你有被人家称赞快吗？有啊，其实我本来就是一个效率非常高的人。
我做什么事情都很快，比如说赶高铁的、赶车的，我没有赶不上的高铁、赶不上的车。他们那一群很奇怪，那时候我跟谢欣合作的时候，就是我的习惯就是，反正比如说，哦，我买七点车回去，那现在比如说五点多，快六点，他们就快要车子快要到高铁就开始，快点哦。我们快点要跑了、哦、我说不是七点车没有，我们现在去，我跟你讲现在几点几分有一半，然后我们就上去，我们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很可怕，那工作人员都会被他们逼到一个，对啊，我说焦头烂额，然后下车我就慢慢走啊，他们就去哎哎哎，他们比我早十分钟走，那搞得这样子干嘛，嗯，就慢慢走嘛，就是他们要留花一点时间，留一些时间要来 po 文啊，自拍完然后说哥已经搭上六点十五分的高铁了，对，哦，是这样吗？没有啊，我也没有要 po 文啊，就是不是，那就是一个习惯而已，习惯了，习惯控制。但你有家庭没有关系，那没有家庭，他这么急着回台北干嘛？台北又不需要他们。你说谢欣吗？对，那没办法，因为他真的是从他一直出道以来哦，就是跟着我跟浩子，他已经习惯我们这种节奏了，就是他算是被带坏。对，他想带动我，我完全不理。嗯，那我还叫司机去开慢点，没关系。嗯，不要想赶上。那朋友被人家说过快，应该是看剧本，背剧本，以前背剧本。以前我们剧本也是八点档，也是在那边等剧本啊，来了就来了，就消化很快，就可以直接上。你这演员真的很厉害，对，背剧本，而且这些演员，尤其他们有一些比较有资历，他们背剧本超。之前我跟吴孟达大哥合作，哎呦，就那个剧本超长，他一段话是不能卡的，嗯，就是完全继续把它讲完了。我以为，因为他可能，我觉得他可能年纪大一点，我想要分卡，可是因为我设计上是不能分的。可是他说没关系，他一上去自我设计分开，我是因为其实我不想分，我其实不想，对，我是导演，也导演的，我想要把它分开。其实我本来是不想分的，然后我想说，不然他老人家，因为他们旁边可能劝我说，不然把它分成两，劝我，就分成两三个卡来把它拍完。可是那时候我就不想嘛，可是结果他一上去就一次把它背完，超快，哇塞，而且超长的，就是因为你太震撼就忘记拍。你有被人家说快吗？其实我游泳算蛮快，没有没有，你这个制造冷场最快。对，但有一个我比较骄傲的是，我觉得我折衣服很快啊，就是有一个那个三秒折衣法，你们会吗？哦，我知道。任何对角一拉恰，这样是是是，这个你们都会啊？会啊，那就没什么特别。而且现场也没有准备的，你游泳很快，游泳还不错，多快多快？就大概。大概25公尺也是大概是，就游五公尺就淹死，十几秒吧，13、14秒、15秒。还有现在吗？现在应该大概17秒，就是曾经快过多久以前？国中的时候。现在跨国中了，还在跨国中的，曾经快过啊，对啊，快讲国中的事，国中的再快你看不懂，对不对？嗯，好啦，也算也算，听听看，听听看，很棒很棒。康哥呢？康哥什么快？对，下潜。什么？我们潜水的时候下潜。哦，下潜。我想问下潜，下潜很快，下潜下潜。没，因为有时候我们要放流球，那流得很强。哦。你如果下潜很慢，你会被飘到很远去。哦，会被洋流。那我们下潜一定要很快，哇，赶快下，先着地，然后再集合，在一起放流潜。那如果说下潜慢了，你就看它，哇，越飘越远，越飘越远，哇，等一下还去找它，就很烦。所以那个跟身体的素质有关系吗？没有，跟习惯。对，而且那天我有作弊了。因为我多带2000块，但是你减压配速配到，是，有时候你一个配速没配到，你会耳朵会不舒服，好不好？那今天呢，有五位正妹要来，好，欢迎正妹群，欢迎。哇，这真的，哎呦，天哪，不冷啊！哇，第一位陈亮颖，大家好，我是陈亮颖，那我的三围是32.1。然后24、34，您身高？身高是163公分，然后体重是45公斤。不是，我不是教官，你好像早上一大早在校门口被我拦下来一样。那我想请教你一下，那个你是什么星座？我是双鱼座。哎呦，浪漫啊，哎呦，会谈恋爱，我知道。男人看到双鱼座的人就融化，因为他有各种怪招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你什么东西最快？就是我换衣服最快，换衣服，所以经常老公来了这种意思，常常要换衣服，为什么？就是工作外拍，对 对, 對、哦，要常换衣服。那你一天最高换到几套？有大概6套。6套，嗯，对。那你换衣服花多少时间？如果快的话，大概3秒钟就可以换完。你是换内衣的，换一半是不是？都不穿了，啪，变成脱衣，倒不是换衣服，从有衣服到没衣服，3秒钟，没有没有。
有，就是我的衣服很多都是连身裤和洋装、然后就是直接套上去就穿完。了解了解。那待会我们会有一个竞赛，你个人认为我们这么几个里面谁你最看不起，他不是你的对手？是立冬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常看国光，然后就觉得立冬工作好像很忙。什么意思？立冬现在要跟我交往的是？就是工作很忙，工作很忙，对，就感觉好像很累，就是体力不支，对，就动作就会僵。出来表现个体力，来，什么体力？来，体力跟换衣有，来，福音挺上预备，好，来，哎，有没有？有力有力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哦，弹起来，太有力了，弹起来，差不多，太厉害了，好吗？啊。可以吧？五下十分的改观吗？有印象的改观吧？有。我不能再表现第二次了。好。哎，你是肩膀的？骑摩托车。出车祸。哎呀。前阵子。对。就骑太快了，就蹭地板。对，就是边骑车边换衣服嘛。不会这样。没有，因为就是那时候就是刚好前面有一台汽车就是转弯，然后我那时候时速大概80吧，我就撞上去。你就起飞了，就是我是给别人载这样子。哇，那对，哇塞，坐后面一定会飞出去，飞起来，对，就是飞出去，对。对，我就在那个柏油路上，就是路这样路过去，很可怕，对啊。这样应该不会留疤吧？我看，就是可能之后还要雷射，因为它已经很久了，还这样。但是你要擦那个去疤霜。对啊。好，第二位哦，哎呦，蔡妮也叫子涵，哎，子涵的三围是32D、23、35，身高167、47，哦，体重是，我听得出来，167、47，我真的多高啊，我的天哪，哎，你是什么星座？我是牡羊座的，哎呦，个性比较强硬一点哦，还可以，那就是很强硬，是不是？那请问一下，你什么最快？哎，我背东西很快。背东西，背书，所以是学霸吗？是学霸吗？也不是，我之前考证照的时候考那个色彩概论跟电子商务，然后也跟我800题的题库，我同学都前一个礼拜开始看，我是前一天晚上才开始看，然后我考过了，我前后左右说开玩笑说要照我的男生没有一个过，哇塞，哇，一天哦，对，我们以前最恨这种人，我们花了一年也没考过，他一天考过。背那个不好背吧？你怎么？你是有诀窍吗？还是就是我抱佛脚很强？抱佛脚很强。运动来讲就是选手型的，比赛演的，比赛型的，就是台上见瞬间记忆练。那你现在在做什么啊？我现在是学生。哦，学生。你在哪一个科系？我是土木系的。土木工程。土木。女生做土木工程很厉害。土木。是。那你现在在做什么？我是学生。你是学什么的？我是文学系。文学系，对，文学系时速80飞出去。对呀，这有什么关系？这个他就是单纯很衰，坐到那台车而已。对，那跟科系没有关系啊。任何科系都。就感觉文学系就比较文静一点啊。你有男朋友？没有。喜欢什么样男生？就是幽默，然后要体贴。要需要文学的吗？如果有文学最好。那骑车那个人是谁？是我朋友。男的。没有女生。哇塞，那他什么系？他什么系？他是配车系。工程。工科。配车工程的。那你有男朋友？没有。喜欢什么样男生？像你这样有肩膀的。有肩膀。哇，拍谁？他们没有人有肩膀。谁是削肩的？有肩膀什么意思？讲我们的七月半。很有责任感。责任感了。谢谢。好，圆周率小数点你会背到第30啊？会。30位啊？来，我不信，你背气。我想一下，很久没有背了。3.1415，926535，8979，323846，然后264832279，差2个。差2个。差2个。厉害，已经很厉害。26433832279，真厉害。对，你也会啊？我不会。那你怎么知道差2个？但是我有手卡。手卡。我刚听一遍，我也记起来了。好，预备起。3.1415926535897932384626433832279。真的假的？你有背过？对，曾经背过。
背这干嘛？背这要干嘛？背这要干嘛？就好玩，好玩。不好玩啊，这哪里好玩？这背这个，这在臭屁什么？背朋友，背吓一跳吧。对啊，除了社会有帮助吗？你看今天不就用上了吗？你看把那个五秒钟的画面啊，多有用啊！对了，也对了。可是你虽然多了五秒钟画面，可是你画面里面有五个人，可以，所以你只多了一秒。你觉得今天在比赛过程中，你最不看好哪一个？真打吧。为什么呢？感觉我常看他好像反应有点慢。那如果跟其他大哥比起来的话，感觉他会有点软。我软。他又说你慢，又说你软。那男士怎么能接受这个事啊？真的。嗯。要不要示范一下？他又慢又软，他是慢硬快软。好糟哦！这是什么东西呢？好惨！你说他反应感觉是慢，对啊，所以就是感觉跟大家比起来，跟其他大哥主持公会比起来会有点软。他不是反应慢，他是反应怪。就经常去讲的，我们大家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。但是跟你有默契啊，对对对。Q 江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Q 江。请问三围是？32、12、435。哦呦，然后身高165、48，天蝎座。是在做什么呢？平面模特。平面模特，你什么时候最快啊？洗澡最快，不好吧？洗头跟洗澡卸妆只要10分钟。在女孩子里面算超快，算快。为什么呢？赶什么呢？赶着回家，不想浪费水啊。节俭，你是算真的很节俭。有洗干净吗？有啊，要帮我一下。好，来，来，精准，闻一下，帮我洗干净。我的嗅觉已经坏了。我闻一下，头发头皮是。玫瑰花香，哎，是不是？所以表示有洗干净嘛。快的话，20分钟已经算是快的。20分钟，对，差不多吧。那你觉得女孩子为什么洗澡要这么久？有一些是比较爱摸吧。爱摸？摸什么？就需要摸自己。还照镜子，我好美，我好美这样。对，有些女生是比较爱摸啦，所以她时间比较久啊。我不喜欢那么爱摸，不想浪费水，就洗快一点啊。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洗澡就很快？从以前到现在都洗很快，是有当过兵的，有被班长超过，有没有男朋友啊？有。你男朋友长是哪一型的？比较花，有点花美男。哦，那就是我这型啊？你看嘛，反应怪了吧？怪异了吧？花美男怎么会讲到自己身上呢？洪哥这型是黄明志，啊？你看他今天多花，你花我不敢看的这样。是 ，Nisa。Hello， 请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嗨嗨，什么星座的、啊？我是天秤座。那你的三围是？32、12、16、35。身高168。嗯。体重有点胖。不会，不要这样讲。53。不要讲，怎么会讲自己胖呢？有点肥。哎，有点肉的。我跟你讲，现在流行女孩子肉。对呀、啊。太瘦真的不行。匀称就好了。你们几个，只有你最瘦哦。对啊，比较瘦一点，其他都还好。那是车祸之后变瘦。对对，下瘦的。你是在做直播主，直播还有外拍，对。OK， 那你什么最快？走路，走路很快。是为什么走路这么快呢？我就还蛮常被朋友嫌的，因为以前比较慢步调，可是有时候常常会在路上遇到一些就是变态。嗯。就怪怪的男生，是对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走到我旁边对我说：“你的样子让我的心深深的在燃烧。”然后我就，那你就回答你烧死啊！他就说我可以加你 line 吗？我就说不方便哦。他说是我讲话太油吗？我就说有一点。然后他硬要跟我合照，然后好了跟他合照。当天你穿什么？就我穿平口的洋装。怎么会这样呢？这么端庄，怎么会被这样子骚扰？哦，在哪里啊？在信义区。哇，是这个很过瘾哦。所以因为遇到这种人害怕了，所以从此之后走路都走快一点，不要碰到人。可是如果还是会遇到不要脸的啦，那我就会跟他说谢谢，因为风度。对，因为他觉得你很漂亮啊，所以你要谢谢。那你觉得你今天面对哪一位？你觉得你赢定？洪哥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要比什么啊？因为他就前阵子的事情比较费心，我觉得他比较忙碌，比较劳累，我可以体谅他输给我。
体谅什么输给你？我被告白了。可是你这种想法，我们也就愿意输给你了。对呀，输了还蛮开心的。我赢你，我变得反而难堪了。对，输了还可以被他体谅。你有没有男朋友？了解。没有。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我喜欢王大陆。哦，那你喜欢大平台啊？我喜欢的都很奇怪，嗯，就是痛不一样。王大陆一个，然后我喜欢陈晓东。哦，陈晓东，陈晓东是帅男。林志颖，林志颖，还有黄明志。哎，这样子让我上一任男朋友从林志颖跳过来这件事情，我要回去跟我妈讲一下，她应该会很开心。上一任是金牛座的。哦，所以说你喜欢金牛座的男生，嗯，可是他们都跟星座，星座都知道，是不是你的特辑也被查过？对，他可能想要当你下一首歌 MV 的女主角。没有，我在找，正在找招募女主角。哎呦，他刚刚五个一出来就已经开始找了啦，就是从头看到脚，要看一下。是，所以说你今天想找他们去，因为自从用了子涵过后，就已经到了瓶颈了。专程来我们节目再找。来，你叫天灯妹啊？就专门家里经营天灯，放天灯。之前有放天灯，就是有上报道。哦，他之前有演过我 MV 啊，又被你找过。那个尺度蛮大的，你们可以去看一下。那个哪一首歌？哪一首歌？叫唯一的唯一的唯一。哦，你的三维是32D 2434。对，可以在我 MV 里面看到他的三维。身高是158，都是45公斤。是你也是金牛座？对，我是金牛座。OK， 你是模特加美甲师、啊？对，做美甲师。美甲师不是很伤眼睛？对，蛮伤眼睛的，一直很专注的看。是，演他的那个 MV， 你可以这么大尺度哦？对他们，我到现场了才发现，就是他们看我照片都是很性感，但是到现场好像就是。是那种风格。对，你来的，你谁啊？你们是在拍 MV 还是拍 AV 啊？其实差不多了，那个 MV 接近了，真的。你是什么东西最快？我是开车快。开车哦。对，台北到台中开多久？开一个小时20分钟。因为为了工作，就是要拍照提早去做准备，就油门就直接吹下去，就直接到了。一小时20分，算快，很快，很快。台北台中，女生来讲，哎，对，没被拍到吗？一般随便开大概是一个半，一个半应该要了，一个半一定要。那你不会害怕、啊、开那么快？不会，因为我觉得就是比较赶时间，那没有被警察抓过吗？没有，就是还是会闪一下测速，没有，只有开那个高速公路的时候比较快一点。哦，下次要冷静，好，提早出门、啊。在一边这个，希望大家开车都慢一点，不然就危险。真的，好不好？那你觉得今天哪一个男生你觉得还好，看不起？我觉得是阿翔。阿翔，为什么阿翔怎么会这样惹到你？因为觉得看起来瘦瘦的，好像感觉跑比较慢的感觉。你这逻辑有问题耶！对，不是身形非常的轻盈，所以速度非常的快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这里面有腹肌就是他。各位，刚刚每一个都被点名了，你们觉得最想跟他竞赛是哪一位？最想跟他竞赛，最想交换 LINE。竞赛啊！竞赛，你看怪吧？这聋子的。竞赛，对。最想跟他竞赛是？当然是换衣服啊！哦，对你换衣服，我专门是。专门是，我在家也会自我训练，穿脱衣服。对啊，对啊，对。嗯，待会我们真的有换衣服的，真的假的？哦，太好，这才是我们。我们马上进行大哥队与正妹队的潜艇游戏。是刚想的吧？潜艇，潜艇游戏。马上进行第一个游戏，国光手术王。嗯。OK， 就是我们有三位。一对一对战，在30秒之内摇雪克杯，摇最多的就胜利，好不好？手摇啊，对，是是是是，这个很常练的，真的。双手还单手？没有看个人习惯，每个人习惯不一样。大部分都左手，像我左撇子，我左手。大部分左手，只是左手啊？你不是都这样的吗？没有啊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有人这样摇，你掉太次了，太好，太次了。先搓揉再摇，只要你顺手就好。哎，归零归零，好不好？哇，已经十下，哦，好贱哦，这样子。对啊，没有。你看人家不贱的，零，好不好？预备30秒。OK OK。预备开始。哎呦，快一点啊，休息。不行啊！为什么表情会变这样？还配合表情，下巴还有下巴会跟着抖。10秒，有这种下巴的姿势。配上配速哦。好像快没力。你还要看着他。好像快没力了。
但是他比较有感，看着他摇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停！出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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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数字出来，数字出来，不要动哦，120下，真的假的？13，哈哈哈哈，故障，故障坏掉了，不太对，太小了，不然康哥你试一下看看，表情表情，你不要看着我好不好？你可以看着他们，好恐怖哦，13啊，不对，你手法不对，手法不对，手法不对啊，你不能这样，要上下，对啊，你左右不能这样啊，不要怪人家，人家是女生，这样会折断，对啊，知道吗？这样会折断，要不要再给他一次30秒，教他再一次，他没力了啦，应该没力了，15秒啦，让他测试一下，正确的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立冬不用再，对，但他试一次15秒，再给他，立冬真的是玩家，预备起，对嘛？对嘛？对嘛？对啊，对，有有有，这样有感觉，这样顺多了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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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顺多了，你看这个杯。感觉都来了，这个飞这个晃动都是，这个节奏对啦，到底是手摇还是乳摇？讲什么啦？差不多10秒，没有，你要有摇上下啦，上下，快摇完5秒，对，换手也可以，两只手也可以，对啊，对，记得上下，好，好，时间到，不要动。有差吧，113，有啊，哎，对你很强啊，但是还是输了，对，下一位。好，下一棒，下一棒，可以可以，只随便200，随便就200了，真的啦，30秒，嗯，预备，计时开始。哎呦呦呦呦呦！哦，两位好像两个姿势一样。哎呦哎呦，这种给你一杯爱的特调。所以你进岩轩之前你是帮忙代打的，什么意思？代打什么了？像两个姿势一样，两只手腕都会很酸。会很酸，其实好像应该单手，可是你这样晃动说不定是比较有效的晃动。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准备一、二、一，连打，好了，连中了，厉害了，200多少？不用怕，200啊，109，才109，对啊，109，哎，我觉得109，109，哎，不得了，该不会他220吧？我是500，多少？123。他赢，他赢，哎呦，我哎呀，你老江湖哎，不是啊，这么会打，这么会摇了，这么会卸壳，这么会摇，这么会摇，对呀，平手哦，现在平手，平手哎，对呀，你很丢脸，对呀，好不好？这样可以的，哎，名字，三棒，名字来哦，名字来，告诉他为什么变瘦，对，一般上摇的时候我要借扶一下。怕跌倒了，我们规定规定，他没有重心。第三棒了，1-1哦。看他你会更有力，可以看着眼睛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开始，名字真的是。哦哦哦，名字先出左手。哎，戴墨镜有用。哎，一般都是左手的，因为右手要按滑鼠。我名字真的有变过哎，你有没有这么很用力？有没有这么认输给女生？很用力哦。九，我们女生练了九，女生七六，哎呦哎呦，五四，女生厉害哦，三平了，一比一，哎来，哎呦，糟糕了。这样会厉害，116，116可以哦，不错不错，可以可以。目前的话，这个打王还是你嘛哈 ？OK OK OK， 打130，勤练再勤练。啊啊，这样，咦啊，哎，哦，95而已，好哟，重视不错，毕竟手术王还是男生比较多，在男生获胜，恭喜男生获胜，谢谢。好，进第二关，来，第二关是穿脱一把罩，好，好，就是这样，衣服很大，对不对？就是你们要接力穿这个衣服。不能用手，要头钻进去，头钻进去，然后再把手伸出来，手伸出来，然后另外一个出来，才能出来。就我好想换进那一组，没有没有没有那组，那组不行。这么多，每一个人都要传完。对对对，就传到鹏哥那边就最后一棒了，停止，好不好？好，预备，哎呦，开始了，预备，不能用，他也不能用手。对，先过一下。我这个真的要多，我这个姿势很羞辱人。他可以这样吗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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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预备，哎，什么用字？男生跟男生嘛，已经够痛苦了，你还要
样啊，够无聊了，已经不是很好玩了，对，心情不是很好，预备开始。你叫等一下，我先出来，哎，我手先出来，啊，出来，出来，啊，你先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，赶快，赶快，快点出来呀，你干嘛？不能拉，不能拉，头还不愿意出。你要蹲低嘛，我蹲，你手就对嘛，把你头蹲出来，等一下我们走了。什么呢？来来，转转转转。来来来来，我们朋友来胯下来，好，停止计时，四十一秒，哎，不错啊，不错啊，哎呀呀呀，对对对，没有没有，一定，来四十一秒，接下来四十一秒，正妹队开始，好，一定一定，来正妹队要玩是吧？来来，加油。你干嘛？我先把它理好。这种事情我们来就可以了。嗯，好可惜，有没有身体不舒服不想玩的啊？不是。哎呦，哦，你看他穿脚，我的天哪，穿脚，我的天哪，这样才对嘛。我不管了。不是，你们会玩吗？需要我们示范给你看吗？我们交错玩一次给你们。如果玩这个，你最想跟谁玩？哇！你就明明知道我去年很累，你硬要跟我玩。哇，这个没有，你可以玩一点都不会累。哎，我们休息。对对对对对，好不好？准备好了吗？预备，开始。优雅，优雅，优雅。哦呦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，太快了吧？因为他们很瘦了。他们真的是瘦小啦。哎，不能，手不要来，手不要来，不能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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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。哎，哦哦哦哦，出来好快哦！哎我们示范一下，示范什么呢？你可以看不起很多人，没关系。你要我想被他看不起，对，我要被全部人看不起。穿的还是要什么东西？你是要被套的还是套的？他想要钻的。我是钻的吧？对啊。哇，真的假的？来，我们看你们两个能几秒完成？不是，应该这样啦，康哥，应该不是说，应该是说，他们两个一像一对。然后比如说森达又跟谁一对？没有，两对。我要看，我要一步一步。对啊。你要胜哎！他猴急了。对，猴急，猴急，猴急，射在他脸上。我没有讲我的名字啊。来，站在圈子，在圈圈里面。他还是要认真玩。你不要玩半小时没出来。套路是什么？你自己手脚干净点，讲出来。我夜盲症，预备，出不来要送医。对，开始。这是嫩丢丢咖吗？哇！不是，重点是我怕撞错地方，因为我还是要很绅士嘛。我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，我不是在沉醉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闭又闭眼睛，你紧张，我不敢看，为什么？因为想要故意撞到，不是他在闻味道哦，玩游戏跟男生的真的是不一样，不能亲呢，你叫表演君子玩这个字 ，OK， 好吧，来君子君子，我跟你讲哦，你不玩我就要玩喽，好吧，预备，好，开始。好恐怖！不行啊，首先
会，他装不会。哎呀，最好是这么难找啦。这样，好，手出来了，好，手，快一点，手，我的姿势就快，但是完全没有碰到这个，对，很绅士吧，刚刚，对，真的真的。哦，我这样好想跟你玩啦，我们两个来，不是，你连余温都要，很难吧？不，哇，但好好玩，好好玩，你怎么满身汗啊？我不知道，你在里面闷太久了吧？不是，因为你要不碰到他，要不碰到，因为还是很绅士啊，真的耶，对不对？刚过程中我有碰到吗？他有亲你吗？没有，不错哎。为什么我觉得你就圆他的梦？对啊，没有，谁选阿翔？对。没有，我刚刚是指深打，我不是说我真美。不要在那边啦，那我们就是游戏王，不是名字会轮到你。生气，他生气，他那边就很失望，他用跺脚。你自己都没一直等哦，今天是来宾耶。好来，哎，这样好吗？好啊，真的可以哦。好吧，那你，那这样好不好？嗯，打你身体，我先打给你老婆的。不是，我是穿着的，这样好不好？哎好哎好哎好，好棒啊！换一个玩法，换一个玩法，享受当大王这样子。对啊，这样回家连这种都要控制，这样回家比较好讲。是，你在发什么抖？没有啊，太期待了，雀跃，太期待，小雀跃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来，请到中间来，预备。等一下，我们刚刚已经没有管你们穿错几秒，没有，刚刚没有秒吧？没事。哦，来预备，友谊赛开始。哇你美啊！你正在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吉娃娃球！哎，出来了！你什么出来了？啊！这次出来，我的天！我是最快速的男子，真的。哎，很好玩哎，不是，可是女生我感觉你们的速度算正常，正常，这样比起来，你真的，因为我跟你讲，难易度差很多，女生钻进来，男生不会怎么样啊，男生钻比较撞到男生胸部不会怎么样，玩玩的就不要讲，玩玩还行啊，你看一下黄明志，明志，刚刚你在讲的已经快翻脸，不要拖到明志，很好奇你们的感受，刚刚选明志是谁？哎，哦。这个也可以，有就好了啦，很不错。你要你被穿的好了啊，你先，我先穿我。对，因为你那个衣服，好不好？这个这样也比较好交代一点的。对对，你说被逼的，被逼的。要需要。我讲，现在为了做唱片好累，真的辛苦了，你都要配合，你好可怜。不然我们就不给你放 MV。偶像还要玩游戏，对啊。帮你把扣子。扣一颗。不要说鹏哥对你不好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怎么办？看出头。对啊，可以啊，开心，感觉不错吧？耶，这不错，这个感觉。谢谢你们把我当来宾，还会再来啊？会再来，多。谢谢你，我们就玩到这里啊。玩到这里，他还想说下一位嘞，他说下面一位。你要玩五个啊？没有，不用，可以了。不要，你不要玩到底。开心的，很开心。哦，那这样好了，你就这个换完，换这个，换，一直换下去这样。对，我们后面玩的好不好？好，马上进行第三关。第三关跳出一片天，哇！我们这个什么你知道呢？脚绑手绑魔鬼毡，呈现一个袋鼠接力跳，嗯，好不好？逮捕接力跳，逮捕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为了他那首歌《拘留所》而设计的，哎呦，好不好？好，鹏哥第一棒，对不对？第一棒，我加油，谁第二棒？哎，我在这里，我背对你啊，我背对你，等你来。好，传错就跳回去再回来，对不对？开始。哎，对哦，鹏哥厉害哦，快！哦，好痛啊！哦，来，上来！来，算是赢了。哎，赢了！可以，跳过来啊。OK， 几秒？不到。
超快，22，太快了吧？好，那我们就玩到这里为止。对，不是啦，没有人抢到我的票。对啊，现在换女生啊，因为我们要去泡温泉。哎，你们在这个外面蛮像的。好，换队，各位，你们现在的位置。就如同 NBA， 我们坐第一排，就像是演唱会的摇滚第一排。今天我们不是篮球赛，我们是鹏哥拍手，好不好？就是赏心悦目，替他们加油，替他们加油，帮他们加油，对，加油，对啊，要帮他们加油的。对，五位选手，胜负不重要，是啊，过程才是重点，对，是的，好不好？而且呢，如果你们想要。画面多一点，你们就跳慢一点。是，跳久一点。而且因为没有奖品啊，你结过婚，你们感觉重对啊？不是，你要这样讲，人家就不会误会。跳慢一点，注意安全，小心跌倒，安全为主，对，不要跟我们输赢，真的，好不好？要跌就掉到跌到我肩膀上，跌到你肩膀上，对，好不好？预备，谁第一棒？第二棒是谁？第二棒 ，OK， 三，第三棒是谁啊？子涵，等第四了，就你了。第五，好，第五，第五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那个开高速马达，我们要慢动作。对，真的，真的，自己也可以做慢动作，也可以的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但是每一下要用力。对，安全。跌跳是最好。没有，这是我们的国际赛的建议哈。是，预备，请开始。快，对啊，为什么发现现场多了很多男生出来？对，哎，不要，都是三面孔哎，都被红的。哎呦，哦，这个网络公司的也来了。OK， 27、22，大哥们还是厉害哈。好，我们今天的比赛呢是。完全没有什么意思，大家趣味啊，我们纯娱乐，纯娱乐，就是说我们这个在这个娱乐之中找到我们这个生命的一个真谛，真的吗？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对，我等下不最后不得了，我们等了这么久，终于要看黄明志的新 MV， 哎呦，怎么办？好不好？掌声鼓励，哎，怎么办？我真的没有办法，怎么办？是满嘴脏话，从不洗做饭，生活糜烂像个破败，怎么办？是真的没有办法，怎么办？爱依然很爱他，虽然他摆进虚荣放荡，烟酒不离四处。